现在是下午3:20，其实我很早就想出门了，我一直磨叽到现在，因为我实在是太懒了。今天算是放假了吧，然后今天我想去做一件事情，你们猜是什么呢？我昨天到大连的时候是-2°，今天还好，没有特别的冷。商场我是第一次来，然后你知道我今天来是干嘛的吗？因为我要剪头发，我已经留了4年的一个发型，所以我这次准备做一个改变。我找不到理发店的门怎么进去，这个是门，因为我是在小红书看到的一家店，不是啊，开不开啊，我走反了，好搞笑。我也不知道我剪了会成什么样子，我没有见过齐刘海。我有一点害怕，上班说给我一个优惠的价格，但其实在广州我们剪头发都是不花钱的。我也是第一次自己花钱出来剪头发，我也不知道会剪成什么样子，我是很担心的。有点黑漂漂，他说这个地方就算剪完了之后可能两个口是粉脸的。啊，虽然我不懂什么是软化，但是他说要给我撇过来。没人告诉我剪刘海要花这么久时间，好困，好困。爸爸抛弃了我。你爸是本地人吗？啊，是。哎，我甚至觉得有点可爱。天哪，总感觉自己有点萌。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？是的呢，我常年不让我换发型，我终于换了一个发型给他们看。年后这个发型就不在了，我又得留回去。先让我感受一下齐刘海。
稀罕一会儿是一会儿。对，稀罕一会儿是一会儿。就是有点可爱，天哪。总有一种我接了假发的感觉，好搞笑。嗯，我要去超市。哎呀，我这个头发，我在超市里先晃悠一下。